家里没有菜了，来洛杉矶的韩国城，到韩国超市 H Mart 去买点东西。这里头感觉好像去了韩国。那么我们先一进门啊，就看见了这个海苔在降价，这么大一盒十二块九毛九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分吧，因为这个经常有味精。看看这里有味精吗？呃、啊，这里头有一个菜籽油和紫苏油。 你这个菜籽油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看一下，它这油脂一份只有一克，所以还可以。这个太值了，买一盒。然后呢，进去以后呢，我直接就冲蔬菜去。H m a r 的蔬菜种类非常多，而且我发现它的有机蔬菜特别便宜。那么韩国人特别爱吃葱，它的葱都特便宜。这个红菜头，两个大红头和好多好多叶子，三块钱，而且是有机的。春天一定要吃蒲公英。 它会对我们的肝脏好，而且这个是有机的，三块钱还可以。而且一般只有韩国超市有卖的。那么这种大叶的蔬菜，大家见过吗？这个里头呃非常有营养，而且是有机的。再来一颗，我只能说这里的有机蔬菜太便宜了。这个呢叫西洋菜，西洋菜的功效呢跟萝卜流素非常类似，而且也很便宜，可以做汤吃。 再看这个，大家见过这个吗？这个是茴香头，但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茴香。这个茴可以当茴香，可以炒鸡蛋；头呢，也可以来炒菜或做沙拉，或者蒸着吃。这个在这里真便宜，比后腹便宜多了，而且个头特别大。来一颗，然后呢，还又来了一些这个有机的西兰花，还有这种韩国超市特有的紫色的萝卜。韩国超市的萝卜种类特别多。 大家别忘了多吃紫色的蔬菜，里面有花青素。再来一个紫色的洋白菜，有机的才三块钱。韩国超市有很多已经做好的这种小菜，对于一些不想再做饭的人呢，可以来这里买。比如说这种煮的豆芽，还有这种煮的海带。我特别喜欢这种蒜，这个是酸的泡好的蒜，这样就不用剥蒜了。 那么我来这边一定会买韩国泡菜，我特别爱吃萝卜泡菜，来一个。韩国饮食中有很多这种小鱼，这个小银鱼呢已经做好了，里面还有一些芝麻，这个可以补充欧米伽三。那么，哎呦，我发现好多人在抢这个，这个是带鱼，今天是特价，我也来一个吧。这个是韩国的这种细的带鱼，我姐姐特别爱吃带鱼，给她买。 后来我发现这个带鱼每人限购，每人只能买三个，一个是五块九毛九，我又拿了两个，可以放在冻箱里头慢慢吃。那么他今天还有一些海鲜的特价，啊、呃，这个是大螃蟹，还有一种这种扁鱼，大家见过吗？我没有见过。他这边的海鲜真的都很新鲜，其实比中国的超市要更加新鲜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买，包括一些寿司。那当然，韩国。 有名的是烤肉啊，有腌好的肉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腌好的都有味精，我就买了一般的鸡肉，有机的鸡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锅，我今天需要买一个炒菜锅，呃，我要买这种陶瓷的啊，没有就是环保的，没有 PTFE，没有 PFOA 的。大家看里头是陶瓷的不粘锅，这个不粘锅一般能用两年。 我两年前买过，现在那有点粘了，所以先换一个。这个才二十四块九毛九，那它还有这种方形的，大家可以来 H m a r 买这个。那么今天要看一个特别小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纸巾，买一个吧，给家里增添一些小可爱的气氛。我又回到了冻箱，看见这里头有冻的海鲜，我看这里有蛤蜊肉，因为呢蛤蜊呢可以补铁，我近来比较缺铁。 所以呢，打算买一袋儿，而且又特别懒得去泡蛤蜊，也经常有沙子。同时呢，就买一个这个生蚝吧，生蚝可以补心，呃因为我们心对免疫力非常好。韩国超市的东西，其实你要好好看，慢慢找。那么这里头，其实我发现它的五谷杂粮其实非常的好，尤其是这种豆类，有黑豆、黄豆、红豆、绿豆，大家可以在这里头买。 今天我就不买了，因为我家里还有。那么大家一定要办一个 H m a r 的卡，要不然降不了价。我今天买的东西有点过多了，来看看我花了多少钱，买了一大堆的东西，一百五十四美元。这就是洛杉矶现在买吃的真实物价，你觉得贵吗？